公开市政行程，民众在旗津野生捕捉高雄市长陈其迈。合照 pose 很多，来者不拒。陈其迈和行政院长苏贞昌的不公开行程相约旗津挺观光，和民众互动热络。因为疫情不握手，只碰拳头。23号在梅隆区跑行程也一样。庙宇参拜行程有不分党籍19位里长出面相挺。合照时，2018年高雄市长选战曾经公开倒戈挺韩的客家大佬罗兆宏，在陈其迈市政行程中低调现身。大喊我就有参与了，所以说是后来我就是完全挺陈其迈市长。罗兆宏直言陈其迈优异防疫表现让市民很有感，而不分党派里长通通到齐，也给了陈其迈十足面子。那个国民党的啦，偏蓝的啦，他有的不至于到，继父到了，可以证明说是我们美浓这次会相当支持他。呼应罗兆宏说法，在地方上有里长拿出了韩市府时代的合照，比了比自己在照片里的哪个位置。这么看陈其迈的施政表现，他都亲身去了解，然后马上改善，这一两年哈打造的相当的漂亮。这样的好交情呢，都不是一触可及，这也呈现出来高雄市民的高度智慧。客家不再是铁栏一块。不分党派美浓区里长对陈其迈行程很捧场，看在绿营议员眼里，卖团队用政绩来拔庄固庄。三立新闻胡行翁玉文高雄报道。